然后就要提起精神了，给自己打气。确实呢，可以说在射影机呢这个分布方面是非常的好，定我们那个可以说呢多个角度来欣赏比赛。对，而且呢，不管是天上有的，还有地下有的，你看看地下拍的这个镜头，你看他这个小碎步啊，萨姆索罗夫两个脚的小碎步，球台到了以后，他的脚还在动，看着球过来再启动。对，已经退得很后。对，看看他步伐。再往前拉回头，很可惜看不到最后。